怎么不断的往上前进哈，就是在于你的精神跟你的活力。那我常常跟我的员工讲，你遇到的困难，你停顿在那边，就表示你没有智慧。你要用意，用智慧来运作你的命运。啊，虽然我们都是单亲，但是我们要用智慧来运作我们的命运，变成我们有一个很快乐的家庭。啊，再来就是你要用你的意志力来打开你的前途。你一天到晚想要怎么做，要怎么做，但是你没有那个意志力去进行、去执行，所以你都做不出来。啊，然后还要用勇敢来创造你的环境。啊，像我。就是没身上没钱，但是我要到日本去留学，这就是我的勇敢。然后我的勇敢创造了我的环境。我用这三句话来勉励，就是走不出去环境的这些朋友们。